阵容，现在又到大家呐喊尖叫的时候，两位参赛者已经准备好，谁会是今晚的总冠军呢？我们有请苏云。到时候你不去找工作了。其实明天我还有多一份合约等着我做选择。是吗？嗯，你看前几天收到的。是教育部录取通知书。太好了，你可以说呢是双喜临门。两者当中只能选其一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两张合约呢都有吸引力，你随便选一样都 OK 的啊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，早知道就不问你了。都跟你说过了，你是属于舞台的，要你不做明星梦啊实在是太残忍了。你是说我应该和电视台签约？如果你那么果断的话，你就不用烦恼了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还是一句老话，你自己做决定。爸妈，等下姐姐在合约上随便画一画，成为大明星了。嗯，悠悠总算帮我们争了一口气，这证明我们过嫁的人呢是有演艺天分的。是啊，你有演戏细胞啊，那你以前跟我说的话都是假的，在演戏喽？这是两回事嘛。妈，你们不要再争了，今天的主角是姐姐，你们不要跟她抢风头了。回去才跟你算账。各位来宾，现在让我们欢迎明星偶像冠军郭瑶瑶。在签约仪式开始之前，让我先邀请集团节目发展部总裁 Mr. Scott Richardson 为我们说几句话。谢谢大家出席今天的盛会，昨晚的比赛成绩可说是众望所归，郭瑶瑶的才华大家有目共睹，我们集团决定和他签下3年的合约，让他接受最全面的训练，使他在戏剧、主持和歌唱上得到全方位的发展。我相信郭瑶瑶一定能够成为我们集团的明日之星。郭瑶瑶是怎么了？就是连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她都要秀秀自己的演技，吓吓我们呐、啊。
小姐，签约吧。对不起，我是很希望可以当你们的艺人，可是我突然做了另外一个决定。这份合约我不签了。我知道我的决定会让你们非常震惊，辜负了电视台对我的厚爱，我在这里诚恳地说一声对不起。等我办完正事，我会回来向大家做出解释的。对不起，我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因为有的时候是什么花样啦？姐姐好酷哦，像你咯。小姐，去教育学院啊？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等你啊，你不是要去签约受训当老师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会做这个决定啊？如果这一点都摸不透的话，我怎么有资格当你男朋友？是你厉害，就让你那么有本事，不过你憋两车出来载我去签约。好啊，跟我来。我不是说你那个两个轮子的，我这个样子怎么坐在脚车上啊？喂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呢？上车了。接着租的还是偷的？不要管，我保证，我一定准时送你到教育学院，你不用担心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快点。